有些是就是那个也是癌症嘛，又多久又换我，上大夜照了好几年，因为白天要照顾我，都是我一个女儿在撑。我的锁骨有就粉碎性的骨折，然后肋骨断了七根啊，有三根是断在后面，是粉碎性的骨折这样。医生说至少也要半年的修复期这样子。疾病在他身上，一次化疗、电疗又大手术，所以我觉得他真的很辛苦。希望你这治疗成功，一切顺利。